巨轮，今天照例还是有四位选手加两位指导嘉宾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还是那句老话，别忘了，既然有梦想，干嘛？耶！好可爱，谢谢热情的朋友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指导嘉宾，大家特别喜爱的一位歌唱家，欢迎刘和刚。大家好，朱迅好。哎呀，今天又要分享你的情感啊！你的学员怎么样？不能说得太满了，说得太满了呢，观众的期望值太高。我稍微这个谦虚一点，当他们看到的时候，我就哇，这么棒！哦，到那时候我说太好了。好的，好，祝你成功！耶，请就坐，谢谢，来，掌声欢迎刘和刚，落座。今天何刚有一点点谦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说的是心里话。那么下一位指导嘉宾会是谁呢？让我们欢迎李丹阳。大家好，丹阳好。你好，朱迅。丹阳总是这么温暖哈，你这个两个字风格完全不一样，待会儿我想还是先不说，大家看了就知道了。来，丹阳请到台下请坐。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哎，丹阳，我这刚想请选手上来，但是我有一个意外，你这桌前头摆的是什么呀？我们家的东西啊，待会儿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是给学员的秘密武器，何刚你要小心了。是，有点像手榴弹。一朵玫瑰花还有一瓶非常六加一的米酒。好像这里面你满满的感觉，有美酒也有鲜花。啊，明白了，这是把何刚先灌醉了。这是一个迷魂阵，到底是什么缘由呢？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来，我们的比拼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高啊，你有多高啊？我净量七三。净量七三啊，穿上鞋我估计有八零了。天哪，你可以当篮球运动员了，是吧？因为他是丹阳的学员，所以何刚第一印象，歌如其人，人如其歌。
是高吗？还是美？美。他唱这首作品的时候，把我带到了我儿时的那个年代，啊，想起八几年的那个《红楼梦》，想起那个年代的我，所以感觉很好。加油！加油！加油！嗯。来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的一位姑娘，我的名字叫马毅，我从事的工作呢是钱币收藏。从小到大我一直非常喜欢唱歌，但是我从来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所以我特别的感谢非常六加一栏目组，都在讲中国，全国人民都在圆一个中国梦，我今天是而立之年，圆了我儿时到现在的一个舞台梦想，所以我感谢六加一每一位工作人员，更要感谢两位导师，我的舞蹈老师，你们辛苦了，真诚的感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马毅，而立之年，我很少听一个女孩子这么直白的把自己的年龄告诉我，很率真，东北姑娘。哎，你刚才说到钱币收藏，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你收藏过钱币吗？你收藏过邮票，好像不一定收藏过钱币。我们家没钱，没机会收。丹阳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没有，没有，是不是？没有啊。我估计对现场的很多朋友来说也都是很新鲜的。能不能现场教教我们，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人民币当中有很多秘密，就像肉眼看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里面有特别的。我喜欢收藏不一样的东西，喜欢特别的东西，喜欢特别的人民币，喜欢特别的人。还有特别的人民币，我以为人民币都一样了。我今天带来了几个，不大一样，希望两位嘉宾能够上场看一下，肉眼看都是一样的，你们猜一猜哪一个是最值钱的，然后呢下台有大奖。快点上来，我们看看，其实是普及一下钱币方面的知识。来，我看见了，全是一毛的。我今天拿来这个是第三版人民币，我想大家应该都花过六张，两位老师猜一猜哪个是最值钱的？我们这么看着都一样，就这六张。来，我看那两张号不一样，七七零五。猜一下，两位老师随便拿一张，看看哪一张最值钱。我觉得是这个值钱。哪张？这张。5015。好好好，那一张，或者这张。我，你只能选一个，选一张就这张吧。他觉得这个最值钱，5015啊。丹阳，你觉得？我完全一头雾水。六张，看着都一样啊。对。我随便拿一张吧，我真是懵的，我会看也是懵的。哇塞！猜。两位老师真是慧眼。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一毛钱呢，一角钱，看似肉眼看都一样。那么我们看什么呢？看下面，阿拉伯数字前面有英文字母，在我们行内这个叫冠字，它有蓝色的，有红色的。那么红色冠字就要比蓝色冠字要值钱。哦，这只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看旁边这个一角，我们要摸，它是凸的，就是三冠字或者两冠字，红色的。如果它旁边又是凸的或者是平的，那么这个就非常值钱，这个要比正常的钱要多出10倍吧。所以两位老师猜对了，都猜对了。哦，我明白了，大家请看，这个有蓝字的，这是蓝字的就不是那么值钱。蓝色就是普通最常见的，我们花的蓝罐子是最多的。这个红的就值钱。红的旁边如果摸一下，老师摸一下，这个是凸的，你看您摸一下。哎呦，我这个太值钱了。摸一下，这是奖品吗？奖品，奖品，这不行，这不行，这个凸的一毛钱现在的市价多少？市价现在要100多。这个要100多，最值钱我100块钱买下来。那这还有这个钱你们花过吗？何刚，哎，这个一毛钱怎么不一样？我花过，这是真的钱吗？这两张呢就是真的钱吗？肉眼就能分辨出来，这个也是。来，姑娘，哎，这个也是一角钱，但是这个是红一角，这个在
一角钱当中它属于第二个值钱的，现在要值2000多人民币、啊、就是两千多、啊、这个是少见，两千多、啊、哎，这个呢是你看前面是一角钱，但后面照一下啊，这后面是绿颜色的，这个要1000多。哦，我说的这个价钱都是我们行内，应该说外面市面还要比这高出很多，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啊、就是出厂价。我这个是我又拿了两张2块钱的，这个和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这两张肉眼看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对，但是它两张也是不一样价钱的。这个呢，看背后吗？照一下，满水印，就是里面五角星它都是满的。两位老师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水印？哦、五角星是实心的，哦哦哦，还有一种是五角星是空心的，这都叫水印。这个满水印的这个一张2块钱，现在也是2000多，可能外面卖的会更高一些，4000多，可能是这样的。你说这是底价的？对，是这样的，行业我报的最标准的价钱啊，这个是2块钱，但是这个是古币，这个我们能看到里头有铜钟，看一下，你看。哦，有铜钟，铜钟它不光是五角星，这个叫古币，2元古币，这个要比刚才那个还要贵。如果那个2000多，这个就值3000多市价，现在是。那就说你拿这沓人民币基本上得10000多块钱。是的，这一摞差不多。那你一会儿拿住了啊，我出门去抢了。不会的。带家人来了没？好的好的，我替你收藏好。那么你这次来到6+1，第一让我们了解了古钱币的这种魅力，第二也展示你音乐方面的才华，特别希望你有一些收获回去。你的老师是丹阳是吧？这次看看丹阳给你的培训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培训刚要开始，马毅手中的东西就引起了李丹阳老师的注意。你拿这个手机是？麦克。哦，大麦克，不用了，习惯性的哈。这也难怪，天生喜欢唱歌的马毅一天也没有专业学习过，但老师给出的评价可是不低。好，你没学过一天吗？一天没学过。我怎么觉得你？比没学过的人有的唱的比学过的人有的唱的还有味道。马毅是抱着小学生的心态来培训的，他更希望老师多给自己挑毛病。常常想起你，但唱的是眼神在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的，就是跑题了。那我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跑神了。马毅当下最需要培训的可不仅仅是眼神，气息太浅，所以你的声音平淡，气息太浅。李丹阳可不缺训练方法，看到哪儿从哪儿吸，吸到哪儿从哪儿唱。更美的是你，不管是高音低音一定要看下来。气息探到哪儿，找到发音位置可不是容易掌握的。李丹阳因陋就简，用起这个办法。来，这个我们来找个这个凳子啊，你看凳子可能太轻了，太轻了，你看你要抬凳子，你哪根使劲，你试一下，我给你按着。有感觉吗？要本事，使劲儿。跟椅子较劲，这培训的活可真不是好干。大声点，使劲唱出来。您可辛苦了。大声点。望着你的时候，坐在这儿使劲儿。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就是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可能气息会飘一点。是的，今天给你带一样东西。你是要送女孩？刚才说那个玫瑰花，我不是。这个像男孩子送女孩子玫瑰花一般是带出了特殊的意义啊，我今天这个意义也很不一样，一个是你长得像花一样的漂亮，我送给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没学过声乐，闻花香其实就是让你深呼吸，呼吸的感觉就是唱歌的感觉，那个气息它是统一，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是贯通的。所以说你再感受一下，拿着闻闻花香，从下全身心的通透，哎，他开始呼吸这样，我说你呼吸，我说我
对了，这个顶上来了，这个对对，要闻花香，怎么感觉？深呼吸，你看，好美，好香啊！唱歌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有帮助，我觉得是。谢谢丹阳，好，我们一起静候他的精彩，好吗？来，谢谢，谢谢丹阳，希望你带着这样的感觉，搬凳子的位置来带来你的主才艺，好不好？好。你的主才艺是什么？带来一首宋祖英老师的《望月》。哦，《望月》经典作品，来，我们一起欣赏《望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闪亮登场。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一身中国的红，掀起东方色彩。拉里霍尔古，就诺斯战恶魔，不不通嘎不，嘿马里卡。是谁翩翩起舞，登上世界舞台，一身中国的发，唱着东方情怀。拉里霍尔克乔诺斯战恶魔，波普通嘎波海阔门道黑马。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中国范儿就是这么帅。黄河水洗的黄皮肤，五千年这颜色绝不改。中国范儿就是这样的气派，中国范儿就是各种爱。长城上遥望长江长，大中华让世界更精彩。
今天好。先来听听第一印象。中国范儿，这是九月奇迹的一首歌是吧？代表作。哎，代表作，我觉得你们俩先唱吧，就没他俩机会了。第一印象，感觉很活泼，个人能力都很强，范儿也很正，关键问题就是配合还不够默契，如果再默契一点就会更好。我说完了。谢谢这不够默契。对，还不够默契。其实说是紧张，我觉得确实有稍微有一点紧张吧。对，姑娘第一嗓子自己出来把自己吓一跳，是吧？对，湖南姑娘。对，你是哪儿的？我是四川凉山的彝族。哎呦，你看这老大爷头发都白了。没有感觉是特别有味道。彝族朋友，你们俩这个组合叫做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国其实民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一些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可能没有更多的被挖掘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把这种民间的更多的东西挖掘出来，完了以后跟现在的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儿，完了以后再做一些自己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对这个传播中国的好音乐应该会有一些帮助的。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也是因为真的喜欢音乐，希望能够传播更多的民族音乐。你是彝族？彝族。对，彝族有自己的代表音乐是不是？彝族这个代表的音乐太多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送一首酒歌吧。可以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索莫的维沃丘布格拉索涅莫嘎的说莫拉格的波林嘎杰连只只过波达日常龙就西拉诺索索你索达诺诺诺索你索达诺诺日诺。谢谢。这送上的是我们彝族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对，这个版型是缩小的版本。哦。以前的话，它是我们彝族妇女挎在这个斜腰上的一个，相当于现在的钱包。你是不是都送完了吗？都送完了呀。那在我们的朱迅姐都没有呢，这个。没关系，以后我抢刘和刚的。其实我给迅姐留了一个。这个我是特意给这个迅姐留的。哦，是这样，非常漂亮。对，这是一个彝族的荷包。你还要这个吗？刘老师他其实只能要一个。我一会儿给你带回去。尤其是在彝族人的这个说法里边说的话，男的如果给女的送这个绣球绣包，而且女的也接受了的话，说明他就是我的人了。不是，萱姐刚才已经接过了。我再送你一个。因为你是选手吗？对，因为你是选手，所以今天真的愿意配合你做任何事情。不是。我这边愿意配合你去完成你的梦想和心愿，好不好？谢谢，好不好？谢谢。那么你们有自己的音乐吗？有的，我们俩唱一首，也非常代表。这个中国范儿这个主题，这个叫做太阳。太阳出来，太阳是我的太阳。月亮出来，月亮是我的月亮。所有的星星是美美的珍珠。河滩边伙伴是阿妈的希望。太阳出来，太阳是你的太阳。月亮出来，月亮是你的月亮。太阳出来，太阳是我们的太阳。月亮出来，月亮是我们的月亮。哦，哎耶，哦，哎耶，哦，哎耶。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是一首现代风的音乐，但是里面融入了一些民族的元素。我觉得你唱自己的音乐，确实比唱这个中国范儿更自如一点，这是属于你们的音乐，所以希望你们把自己的音乐进行到底，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来到六加一的舞台，也是希望有所收获。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培训的情况。来了，老师好。哎，你好，来了哈。哎呦，小手冰凉，问的是凉快吧？对。哎，好。我们那个这次的曲目是飞。啊，是创作歌曲。啊，对。原唱的哈。啊、好。没听过这首歌，嗯，今天听你们俩先唱唱，然后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咱们再一起来探讨，好吗？好的。二三走，狂飙的温度让我的心瞬间滚烫。由于紧张出现了小状况，李丹阳老师也立刻做出了提醒。不管怎么说，在台上不能笑场，嗯，不能松懈。抓紧进入实战状态吧。我一直飞向那美丽的天堂。飞呀飞，不是，你看哈，一个是你就显得太弱了，嗯，而且声音有点虚，嗯，你看他的节奏在节奏当中，你呢是感觉你声音跳出来了，嗯，就不美了，而且声音、嗯、哎呀感觉怎么不给劲啊，就是那个，这也是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李丹阳可算是一语击中要害，接下来就看有什么高招了。喊出喊，知道吗？哎呀，我就老想给你点劲儿，给你点劲儿，你们喊出来，飞飞飞呀、啊，我飞呀、啊，飞飞飞飞，哎，我来啦，飞啦，哎，我来了。男选手原来唱过原生态，做个示范吧。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上去了、哎、充分释放，嗨起来，喊出来，对于女选手艾佳来讲也并不容易。还是不像香妹子，香妹子这个东西，这个说到香妹子，李丹阳有了主意。你尝尝辣椒的感觉，有感觉吗？找点感觉吗？找点。吃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呢？快点！你要了我的命！还说辣，就是你还是有一点腼腆，是不是？对，要把自己突破开，做一个好歌手的一个必经之路，好不好？好。那今天丹阳，我看你那一直放着瓶酒，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我想给他鼓点劲儿，加点油，让他有点味道。你看这服务员，我在中国范儿够范儿的了。你这服务员。这服务员当的太漂亮了，你这个。哎呀，我慢一点。为了让艾佳呢。行。哦。让他给点劲儿。其实可以再沾满。老师亲自倒的酒。这个哈，是为了让你给你壮壮胆子。好。你都到了六加一的舞台了，你就撒了欢的放出去。你要三次、啊。放飞你的歌声和梦想，好不好？好。这碗喝了有可能要醉啊。我豁出去了，想好了吗？不用干，就这个。干了吧，我干了吧，一口喝了，老师，喝。贪杯是吧？哦，掌声鼓励一下。其实这个酒特别好，好喝吧？李老师来一碗。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甜酒，是醪糟米酒，非常非常甜美。为了是让我们的艾佳在舞台上歌声更加高亢，声音更加甜美。你别说了，你再说朱军喝完了。甜吗？好喝吗？真好喝，这酒。我喝了这酒，我说什么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刘和刚，醉了，我赶紧端走吧。要不然道具赶快给我来一头盔。带着这种轻松，尽情的飞翔，好不好？好的。你再来一嗓子，我要飞。自己。
发，随着歌声一起飞扬。爱里纯真的模样让我不想再流浪，如果真的可以就做我的新娘，紧紧地抱着你，贴近我宽阔的胸膛，无奈的天际流淌，就像飞翔的海洋，幸福的感觉会让未来变得不一样，我要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哦想要的方向，你不我不通告了，你如果是听告了，你啦啦啦啦啦啦，你来自于没血了我的诺索。你不我不通告了，你如果是听告了，你啦啦啦啦啦啦，你来自于没血了我的诺索。之后接下来丹阳到你做决定的时候了，一号二号你只能留下一组或者是一位选手跟下一轮的何刚的学员进行比拼，你会怎样决定？我想飞了，现在我飞到飞走这个现场，我逃避了算了，太难了。我觉得我们的一号选手啊，嗓子跟他说话反差那么大，而且他声音那么甜美，他的这个望月真的把我们带了那么一个非常非常思念的一个情境当中去了，真的是很好听唱的。这个非民族音乐的这种民族的民间的这种魅力展示特别浓厚，而且你们的配合应该是我听到的是最好的一次。怎么来决定呢？一号，我的亲友团们，一号、二号，一号、二号，同意一号的举手，同意二号的举手。那个我飞了，来，放下话筒，那个，把两只手放在你的选择键上，三、二。一，好的，丹阳选择的是我们中国范儿组合。好的，那下去去准备你们下一轮的比拼好吗？来，哇，1比73的高歌。我们每次每个选手离场之前都会有一份离场感言。我是一个做钱币收藏的，我的好朋友在来的之前就说，我们就做钱币收藏当中我们唱歌是最好的，唱歌最好当中我们是做钱币收藏最好的。我的心态一直是非常好，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30岁的人了，不可能没有不快乐的事情，但是我笑不代表我快乐，我不哭不代表我不疼，但是我永远都是坚强地走下去。我希望无论是唱歌也好还是收藏钱币也好，我一定会
做到我自己的最好。谢谢大家。也谢谢你能够带来这份不一样的甜蜜，谢谢，希望还能见到你，谢谢，谢谢。来，请把你的丝带交还给丹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闪亮登场。千杯酒已喝下去，都不醉，何方秋风秋雨？几多不对说在你口里。但也不敢足一句，白发已苍生，无力再回眸，山不再崎岖，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沙不怕风吹，在某天让我可再留下来。谢谢。你好。你好。谢谢你。你识讲广东话咩？广东话。你做咩嘢？我卖烧鸭。你做咩嘢？我卖烤鸭。我说我想问你叫什么名字。应该是说你叫咩名？你叫咩名？唔系叫你做咩嘢？我上来问的是你干什么，其实我是想问你叫什么。我叫罗天颂。啊，天颂，这是我们和刚的学员是不是？所以你保持沉默，来，丹阳。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是卖烤鸭的哈，但是这个歌唱的真的是，可能是卖烤鸭里面唱的最好的，这个气势还是挺好的，不错，不错，真的。你真的是卖烤鸭的吗？真的卖烤鸭，我卖了七年了。你卖了七年的烤鸭呀？我说我在外面说我是卖烤鸭的，没有人相信我。真的？那赶快做下自我介绍，你是卖烤鸭的。大家好，我叫罗天颂，我来自广东惠州。惠州。高中毕业之后，一直跟我爸妈在市场卖烤鸭，因为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就没有读大学了，所以在家里帮忙卖烤鸭。真的？对。然后特别喜欢唱歌。非常喜欢舞台的感觉，所以这次来到非常六加一这个舞台，希望两位导师能够多多的指点，把我最好的声音献给大家。真好，那你能把最好的烤鸭送给我们吗？可以，我今天特地快递了一只烤鸭过来。哎，真带来了？真的带来了。我的天，想看吗？天哪！我家的烤鸭不是片的，哦，剁成一块一块的，像烧鹅一样的，对对对，有所不同。哦，那来，赶快把围裙带上。你这广告做的，你这大广告做的太过分了。啊，这是，哦，这是酱汁。一看很熟练啊。他会不会卖烤鸭的时候，哇，很熟练啊。这个就是鸭腿是吧？对对对。你这有左右之分吗？这个左边这个左腿呢一定是比较瘦的，右腿呢是比较肥的。
我卖了7年烧鸭，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天天剁，左腿一定比右腿要瘦。我想问一下李丹阳老师，你想吃左腿还是想吃右腿？谁给你投票你就给谁吃啊？来投票举手。我待会要帮我加油啊。你带的不够吧？来翠花上酸菜。刘老师来请品尝一下，这个是这个是左腿，这个是左腿，我这个是右腿。那我这双手，谢谢、啊、那你就都给我算了。谢谢吃了之后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啊、就是让两位老师帮我家的烤鸭打打广告行吗？你那个沾点酸梅酱会特别好吃。太好吃了，谢谢，真好吃。来来来，同志们有福同享，好吃吗？味道好极了。学生，我为了你我都没舍得吃啊，只要有人给你投票我认给惠州吃，我也不在这吃。谢谢老师。他说要打广告，你会怎么说？罗家烤鸭味道好极了。你吃咖啡吧，太棒了。罗家烤鸭，烤鸭中的战斗鸭。战斗鸭。战斗鸭是吗？好吧，哎呀，你这个老师挺大公无私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是不好意思吃，因为你没有直接辅导他。但是我给他指了一条明路。那条明路就是。我跟你说。小罗啊，他要最终取胜，他必须得感谢我。嗯。虽然我没有在这个声乐技术上啊，或者技巧上啊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我建议他唱一首歌叫《头发乱了》，而且这首歌呢，张学友当年呢是，就叫什么，边唱边跳，对，边唱边这么一种形式。我建议他，我说你就来这首歌，因为他是广东人嘛，他粤语肯定特别好，刚才唱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说你一定要唱这首歌，而且我还是指定了一编导。编导是谁呢？这个编导是当年在这个 MV 当中这个伴舞的一小伙子，原汁原味的，必须的，当时张学友御用的舞蹈演员，对，非常的棒。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教你的，好不好？好好。广东惠州，刘和刚推荐的这位就是非常六加一的舞台指导顾磊。那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吗？看过啊。那你知道怎么去演唱这首歌曲了吗？大概知道怎么去唱，但是我没有学过跳舞。没关系，张学友也没学过跳舞，一样的啊。好，来，现在按照你理解的先演唱一遍这首歌曲。隔天宋跳得很欢腾，可顾磊并不买账。演唱方式，头发倒没乱，动作是乱的。学会 MV 中的招牌舞蹈动作，也就抓住了舞蹈的精髓。顾磊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当然这一切还得从最基础的步伐学起。脚这样出去，不是这样，对，回去。好，加上手。脚上的感觉刚有，加上手部动作，问题可就来了。弹出去，5、6、7、8，这边，那是洗澡。先别说扭胯，这个甩手动作练起来就不容易啊。这个意思明白吗？手就是想象你就是那这丝巾头上的那个意思。这个呢算是他这首歌曲的一个主题动作，你好好练一练这个好吗？好。这样一个动作练不好，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罗天颂就这样疯狂地舞了起来。完全忘我投入，难免会引来各种目光，甚至也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他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手是自己的，对，这扔出去不要了是吧？知道控制吗？你看你啪剁烤鸭的时候多机灵，那手灵活一点，控制住，学会了没有？学会了，真的。因为什么我在走廊学呢？因为舞蹈房没有那么早开门，所以我就在走廊先练着。哦，等电梯的时候也练着，电梯出来的人，练，哎呦，这人。疯了，那你真的已经 OK 了是不是 ？OK 了，来就几个热身啊，四个八拍来。我觉得还 OK， 保持好不？好。控制住，好吧？好，别甩出去就不要了，这是自己家的，回去还接着卖烤鸭呢。好，好不好？好的，谢谢。所以你今天的主打才艺是？头发乱了。好的，一起来感受。你急慢声线渐乱，发型又乱了，仿佛却乱弯当月洒了，一看表心里似不妙。这晚未去过哪里吧，与哪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应秀发乱了。撒娇背着我不甘轻佻换教了，正缺晓你做错事了，因你丧发乱了，因你乱了，够笨了，三勾都扣错了，无论你今晚去咗边者。像梦见，这关系都应该转一转，你怀恋只怕剪不断。我爱痛贴你却爱恋，你说爱恋是异常而易乱。你坏了，说大概夜了，因秀发乱了，跟撒娇背着我不甘轻。选手闪亮登场。
是鸟和人的亲。你好，刘老师你好，欢迎你。谢谢。是何刚的学员，你沉默，但杨第一印象，情感很丰富，也很饱满。唯一的，我觉得稍微要注意点的是，把气息放松、探下来，可能你整个音就会更加自如了，好吗？好，谢谢丹阳，谢谢。来，你刚才唱了一首《妻子》，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边上有人就跟着哼起来了。当过兵的人特别爱唱这首歌，而你是辽河人的妻，是吗？你改编了最后一句，赶快来认识一下这位辽河人的妻。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陈宇集团的一名普通职工，我叫鲁南。我呢也是一名辽河人的妻子，我的父母亲和我的爱人都是辽河人。哦，是你自己报的名吗？啊，不是，是我爱人帮我报的名，因为他这个想作为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新婚礼物。因为我们是2012年6月30号结的婚，然后他是2013年6月30号帮我报的名。哦，你爱人是一个有心人，知道自己的老婆喜欢唱歌，那一周年的礼物送一个6+1。对对对，特别有心，感谢他，特别有心。他今天来了吗？今天没来。今天没来？对，因为他工作太忙了。哦，他在辽河做什么工作？他是一名安全员。安全员，那对于油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对对。那虽然他没来，那但是呢，他非常关注我们这个6+1的节目，尤其今天听到说我的导师是刘和刚老师，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非常喜欢刘和刚老师。是吗？对对。他把你交给刘和刚，他特别放心吗？非常放心。哦。我打破一下我的沉默。那。他刚才唱歌了，我听了。他感冒还没好，因为他那天去我那儿上课的时候他就感冒了，一直声音都不是特别好。我就跟他说，你要实在不好呢，你就轻点唱，可能上台之后呢，一上台紧张，再上台上的少，刚才还是声音有点不舒服。再唱的时候没关，可以再轻一点，没关系的啊。来看看何刚给我们这个油田人的妻培训的情景好吗？来一起看一下。鲁南。是。我听那个导演介绍了，辽河油田，对吧？您是我偶像啊。偶啥像？终于见到偶像了。太高兴了。您的歌我太喜欢了。谢谢谢谢。那个今天唱什么歌？今天唱兰花花。兰花花，让您给指导指导。哎，知道，互相学习嘛。那个听导演说你这嗓子不太舒服是吧？啊，是啊，感冒了。兰花花。简单寒暄之后，鲁南一开唱，刘和刚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一定要有镜头感。就是你要盯着镜头看，前面比如说有一个摄像机啊，你情馅儿馅儿的那个蓝馅儿馅儿，蓝个盈盈的彩。你的每个眼神，每个气息，你都要让观众看得见、听得到、感受得到。根据《兰花花》这首歌和选手感冒的实际状况，刘和刚对演唱技巧提出了建议。越是要感冒，越是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技术方法可能用的更多一点。特别是气息，一定要下来，把气息放下来，放声的唱一遍，就这几句就可以。行。啊，准备好。心尖尖的那个，你看这个气息啊，一定要下来点。对，如此看来，气息沉下来可是至关重要的。啊，气息放下来，放松，人可以随便动一动。气息沉不下来，刘和刚分析了原因，并给出了一个好主意。整体不错，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还得紧张。因为这个你如果一紧张，到台上100%的发挥，可能就剩60%，甚至不足60%。现在你只需要在你上台之前这几天，除了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歌唱的这个技巧啊，包括对作品的理解，包括服饰啊，包括整体包装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放松。在精神放松状态下演唱，应该不困难吧？不过，这是不是放松过头了呢？
是三生的女儿哟，手上那个兰花花好。哎，怎么变成摇滚版的了？放松有点过头了。啊，是，没事儿，多好。因为那个当时何刚老师觉得我这个嗓子发炎了，自己心理负担特别重，怕发挥不好，然后他让我找一找放松的感觉啊，然后放松放松我就忘了，然后就开玩起来了。这其实啊，我是觉得如果有最亲的人在身边的话，你就会更放松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为了让你放松，我们特别找了一位关键人物来到现场，来，有请。你好，大兄弟。哎，你好，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公。这你老公？对，这你老公。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呢？你不说不来了吗？安全员那么忙。想给老婆一个惊喜。老婆来北京前感冒很重，嗓子还发炎，心里一直放心不下，然后就跟单位请了假，特地来看看老婆。特地来看看老婆。哎，你们俩好冷静哦，就这样吗？还别说，这俩人特有夫妻相，你看看。鼓励鼓励老婆吧。老婆，放心比赛，名次不重要，咱重要参与。这带什么来了？这是特地从我们盘锦带了我们的特产河蟹，然后特地送给刘和刚老师，非常感谢刘老师这么长时间对我爱人的照顾，刘老师谢谢您。非常的抱歉，大兄弟一直也没照顾好，感冒依旧。这我看你敢收，我看你敢收，你没把人老婆照顾好，你还好意思收？刘刚老师这东西吧，咱也不能白收。刘刚老师这东西，刘刚老师的不是个东西，不是。刘刚，这我错了。刘刚老师，这和气您不能白收。那个，我还有个请求，您能不能帮我爱人热热身？您看您能同意吗？你要什么？我们俩花样滑冰，我没学过。您帮我爱神合唱一首歌可以吗？合唱一首歌那没问题，就冲你这些和气，我得给你爱人唱首歌。来，这样吧，何刚，谢谢啊，你把那个蟹放在桌上。不对，我拎着，我怕李老师吃了。不是，后边还有这么多人呢。来。我真没白来。真没白来是吧？是，我也没白来。这个又有烤鸭又有蟹的。你唱什么跟何刚一起？咱们能唱敖包相会吗？敖包相会啊，会吗？这会会啥歌都会。自己独唱，然后你们俩伴舞就好了，人都唱了。不是，咱俩唱，他俩伴舞。
不好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那个，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家老，不是我们家老公，对你们家老公，我们家老公没在，我们家老公要让你老公上来呢？我看那个何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原本是首情歌，当着老公面他也不好意思看你，然后又怕你老公又看着你老公，就赶快把他薅上来了。你满意了吗？非常满意。真的？真的。你觉得他回去以后跟你会好好过日子吗？会。真棒，我说真的是向我们这个兄弟致敬。嗯，这么支持自己的媳妇儿，这么爱自己的媳妇儿，亲自给夫人报名参加6+1，这是勇气。我跟你讲，他一旦唱火了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向那个兄弟向你致敬，向辽河油田的人致敬，再见。我就谢谢啊，何刚真好。我觉得你也要谢谢你老公，有他在身边是不是格外的踏实和放松？嗯，他来了状态好多了。状态好多了。对对，心里想的这份爱，今天的主才艺是什么呢？今天的主才艺是唱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兰花花，好，加油。这位辽河姐姐已经不紧张了，放松之极，而我们那辽河哥哥这一脸的严肃，看你唱歌比你还紧张呢，是吧？但是一直跟着你哼哼，在意你是吧？对对，我觉得真的，我看你的表情，我就能感受到你对你爱人的这份情感。那接下来我瞎起外号哈，这烤鸭哥哈，这辽河姐也是何刚的两位学员，但接下来该你选择了，只能留下一位参加今天非常明星的角逐。今天呢，
如果说必须选出一个人，我说句心里话，这个鲁南，我会选天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天不作美，从你到咱俩见面的那天一直到现在，你都被这个感冒困扰着。这个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因为我是从比赛走过来的。那一瞬间他不管你那么多，不管你还是感冒了还是发烧了，那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了，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个我只能祝你下次比赛的时候让你老公好好提前保护好你，不要感冒啊，然后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呢就非常简单了，我这个我就直接选择这个何刚啊，何系还在桌上爬着呢，要不然你把这和气放下来，你把那和气放下来，兄弟你拿回去吧，我给你，快，没有，你放下来就行，啊放下来就行，一会儿给他老婆补补身子，这是应该的，啊，那个在这里，我只能先祝贺这个天颂取得这场的胜利，但是呢，鲁南咱说实话，在舞台上 PK 肯定有成有败。但是在我们年轻的生命和人生当中是没有失败的，祝你越走越好，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公比什么都强，加油吧！谢谢何刚。好的，我们送这个烤鸭哥去准备下一轮的比拼。在离场之前，有什么话要留给这个舞台，留给你心爱的丈夫吗？其实呢，今天这个结果我早就想到了。就像何刚老师说的，不巧我的嗓子不争气啊，感冒带着支气管发炎，上不来气儿。但是呢，今天没有白来，我非常高兴，一点都不遗憾，真的。这个感谢，我相信也是发自内心的。那边不想，老公，我今天已经圆梦了。好，谢谢你，把我们的磁带交还给何刚好吗？蓝队的丝带，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呢，接下来在感人的一幕之后，我们要开始今天最终也是最激烈的角逐了。来，最后的比拼，现在开始。雨儿轻轻飘，星儿似火烧，那是谁的泪在脸上轻轻摇？是对你的爱，就像那在风雨之中为你等候。
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吹过，雾里冻得情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不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背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结束了，但是现在该是我们观众投票的时候了。投票之前，两位指导老师是不是要给你们各自的学员拉拉票啊？丹阳，我觉得他们变化真的是很用心。首先他们很在意这个6+1的这个舞台，很在意这个舞台所传出去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恭喜你们，今天你们把你们想放飞的梦想在6+1展示给大家了。我祝福你们，我预祝你们都取得好成绩。嗯，谢谢丹阳，这种拉票的方式很温婉。何刚，谁吃烤鸭了？没事了。哦，谁吃烤鸭了？哈，记住刚才你们答应什么了，是这意思吧？好的，这个鱼香啊仍在口中。来，接下来该到我们现场观众您投票的时间了。如果你喜欢中国范儿组合，请投2；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烤鸭哥，别忘了摁上3。好的，接下来请投票。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或者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也可以加入我们，期待您的关注了。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喜欢2号的，让我听听你们的声音。2号吗？现在鼓掌的都是说2号的吗？喜欢3号的，让我听听你们的声音。3号人气很棒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非常明星就是，哇哦，我们3号，外号烤鸭哥，恭喜你。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期非
非常六加一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既然有梦想，为何你不来？我们下期再见。悲伤，带着微笑前行。给我翅膀，让我可以。